厉群芳，我倒要看看你打扮的花枝招展的给谁看。广播，在这次的美术比赛中，六年级二班金亮同学的画作《荷塘》获得全区第一名的好成绩，金亮同学为学校赢得了荣誉，在这里我们向他提出表扬。金亮同学这次获奖，不但是对他个人成绩的肯定，也是对学校工作的一次肯定。这次金亮同学呢，在全区的画画比赛中得了第一名，我们全班同学给他一个鼓励。谢谢。好，这次的自习课就到这里，同学们下课吧。你别生气啊，你听我说呀。我生什么气啊？我哪敢跟你这个全区第一名生气啊。哎，文娟，我要不然跟他们说把第一名让给你。哼，谁稀罕。哎，文娟，呀，金亮啊，恭喜恭喜，金亮不错嘛，以后可以当一个大画家。是吗？谢谢。我的画其实还是有些缺点的。那我们就玩了。啊，好好好。哦，这个还是不错的。对呀、啊，你看一下。是是是。臭女人，果然不出我所料。哼，幸亏我聪明，要不然被你戴了绿帽子还不知道呢。挺适合你的。对对对对对。你怎么来了？哼，没想到吧，李群芳，还有你啊，借工作之由你们背地里搞婚外情，搞破鞋。志哥，你别在这胡说八道。你闭嘴。哎，李群芳，你找也找个强的，你看他，哎，他比我哪儿强啊。你什么人呢？神经病，穿的人模狗样的，你不就有几个破钱吗？我呸！去去去，神经病！哎，你回来，你别走啊！有本事，我打折你的腿！我志哥，这么多人，你到底想干嘛？你敢冲我喊？你搞婚外情有理了是吧？你，臭死你！你到底是不是人？为这个家起早贪黑，拼死拼活的。到头来你不感激我，反而这么对待我，我告诉你，这日子我不过了，咱们离婚。志哥，哎，吓我，我怕你啊。离就离。群芳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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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醒醒！群芳，你醒醒！群芳，是我，是我，志哥，我没有做对不起你的事。我不知道，群芳，我急着就是吃醋啊，群芳，你醒醒，坚持住，没事。打电话呀！群芳，坚持住，没事，马上就到医院了。群芳，没事，坚持住，坚持住，马上就到医院了，马上就到医院了。
哎，谁是李群芳的家属啊？我是医生。啊，医生，群芳，群芳她没事了吧？我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，病人的情况很不好，你要做好心理准备啊。大夫，大夫，我求求你救救他吧。我跟他还有一个10岁的孩子呢，大夫，我求求你。我们会竭尽全力的，病人一直在念叨孩子的名字，赶快去把孩子找来吧。啊，我求你了，医生，医生，医生。老师，啊，有事吗？怎么了？老师，冬兴的妈妈出车祸了，在医院抢救，我先请个假，带着冬兴去趟医院。哦，好，徐冬兴，赶紧过来。爸，你这怎么了？没事。徐冬兴，赶紧跟你爸去吧。啊，谢老师，谢老师，走，去吧，去吧，快。群芳，你们把他推哪去？醒醒吧！别哭了，人已经走了，节哀顺变吧。别别等我，请配合我们工作。肯定是，肯定是我。醒醒！群芳，冬兴来了，群芳，群芳，醒醒！别离开我。对不起，请配合一下我们的工作。群芳，来，来让一下。等我。好了，今天的课就上到这儿，下课。张老师啊，许东兴怎么了？他的妈妈出车祸了，正在进行抢救呢。姐，你慢走。
冬夏，别哭了。冬夏，乖。你现在啊，是小男子汉了啊！妈妈在滇之岭，肯定不愿意看到你这样，好不好？爸爸答应你，从今以后，爸爸一定好好工作，好好照顾你。不哭了啊！妈，冬心怎么样了？冬心这孩子挺坚强的，不过看得出来，其实他心里挺难过的。但愿你那个不争气的舅舅啊，能够好好照顾他。冬心现在没有妈妈了，以后我在学校会多照顾他。嗯，哎妈，我给你倒杯水。据记者调查，本市很多中小学校外来务工人员的孩子们，因为父母工作繁忙没有时间，所以孩子们吃上一份健康的晚餐一时成为了难题。希望广大市民能够踊跃加入我们的爱心晚餐行动，为外来务工子女们奉献我们的一片爱心。哎呀，这些孩子真够可怜的。哎，嗯，你们学校有这种吃不上晚餐的孩子吗？哦，我们学校倒是也有十几个这样的孩子，他们的父母都是进城打工的人，都特别忙，所以他们就吃不上晚饭，也是挺可怜的。哎，啊，你看这样行不行啊？你妈每天不是要做韭菜盒子吗？嗯，我就多做点儿。晚上的时候啊，让那些吃不上晚饭的孩子到夜市这边来吃，这样不挺好吗？真的？那太好了。哎，不过妈，那你身体能行吗？没问题。这不是说了吗？生命在于运动，是吧？再有了，你看咱们一家人，也是别人一路帮帮到现在的。现在咱们有能力帮别人的时候，就多帮帮呗。嗯。魏红，哎，来了，我们来帮忙。来，红姐，帮忙。不用不用，你看看老让你们帮忙多不合适呢。来来，那你就发点工去，不用多，一人两个韭菜盒子。放那边。成，只要你们爱吃，管够。我要五个。哎，红姐，我要六个。赶紧干活。哎呦，你别说啊，你有这俩活宝啊，你还真能笑口常开。哎呦，快被他们给气死了。哎，对了，我跟大伙说个事儿啊，伟明、雪芬，来来来，你们都过来。哎，丽丽也过来。哎，大家商量个事儿。什么事儿啊？啊，什么事儿？是这样的，我们家浩华回家跟我说呀，说现在学校好多呀，跟咱们一样到城里打工的那些人的孩子呀，啊，因为父母工作太忙了，晚上都吃不上晚餐，现在正好有一个爱心晚餐的活动，所以我想呢，要不然咱们晚上抽点空，多做点这些小吃，孩子们过来吃。这问题不就解决了吗？是啊，有人愿意跟我一块儿吗？谁呀？哎，这是好事儿啊！对呀，是是，我愿意，我也愿意，我也愿意。家里都有孩子，吃不上饭，多可怜！对呀，对呀，是吗？我没小吃，我给孩子送饮料去。成成成，好好好，那就这么定了啊！好，我把大伙儿准备的那些晚餐给孩子们分发，好不好？哎，你身体还没恢复，张罗孩子们吃晚餐这个活儿交给我。我来负责就行。哎，不不不不，你还得照顾你那店呢。我那店有他们两个就够了。对，有我们俩呢。对，也算我们俩出一份力。这样吧，我们大家就一致推荐大志哥跟红姐作为我们摊贩的代表，负责给孩子们送爱心晚餐吧，怎么样？好，那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啊。那我先替孩子们谢谢大伙儿了。客气什么？应该的，应该的，那就都忙去吧。啊，好，好嘞，好嘞，好，散了吧。好事啊，这事。是啊。好你个魏红，处处想出风头，还有你欧大志，老围着魏红转悠，你们等着。我能问你个问题吗？你又有什么问题啊？为什么你对那帮孩子那么温柔，对我那么凶啊？因为
我喜欢孩子，超过你啊。我问你啊，你家里人最近有难为你吗？那倒没有，你放心吧，我对你的感情是任何人都动摇不了的，反倒是你哥呀，你说他会不会一直这么讨厌我？不会的，其实我哥是个很重感情的人，我相信总有一天啊，他会为了我接受你的。希望如此吧。金明，你放心吧，我相信只要我们两个人一起努力，总有一天所有人都会祝福我们的。谢谢你，谢谢你一直这么坚持。你放心吧，我们一定会幸福的，而且咱们还要在一块生很多小金明、小小敏呢。